这里怎么看起来很难啊？哎，是往这里冲，没错吧？哎呀，哇、哦，它可以这样360度哦，哦，是什么？哇、哦，这是 GTA 的、欸。哎、欸，你往上冲，你就是往前冲就对了，往前冲。你不要抓，不要抓，不要抓！我跟你讲，你人从原地一路往前冲，冲啊！往前冲，往前冲，你都可以勾上来。它就像那个 GTA 一样。我、啊、怎么觉得我这姿势有点奇怪？怎么像马一样在这里等着？它该不会就直接滑上去，然后就不要抓，对，就不用抓。哎、欸，就这样子，你看看，这是 GTA 吧？哎、欸，看我，我知道我姿势有点奇怪，怎么像马一样？哎、欸，我怎么在？哎、欸，我在抓你哪里？等下。哎、欸、哎，我怎么两只手抓地板吗？奇怪，你是不是故意骗我说你乖乖的偷摸啊？没，我啥都没干啊。你就摸在我前面。哦，漂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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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他这点在哪里啊？哦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怎么？我上，哦哟。哦，再滑再滑再滑，再上去一阶，这好玩，这好玩。哎呀，这里简单啦、啊！哎呦，还往前冲哦！哦，这就没那么难哦，这里 easy， 耶、yeah! ！到点了，到点了，简单，简单，简单。我跳，我刹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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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检查存档点，检查存档点，东到西绕，东到西绕，得绕一下，绕一下。要找到右上角，要转圈圈才行。哎、欸，哎呦，找存档点哦！赶快出来哦，存档点！哎呦呦，没有存档点，我得往前了。啊，存了，我观摩一下。所以是让我先去死的。啊哈哈哈哈！哎嘿嘿嘿，我来救你了。兔子来，你、欸、好像不用我救呢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你的头别头别，哎、欸，脱衣脱，哎、欸啊、，nice。我这里，我这里。哦，好啊好啊。好，哥哥哥哥，冲啊！冲啊！呜、啊！兔子再来再来再抓你一次。啊！来来，拖起来，拖过来，拖过来。哎，抓到抓到抓！哎呦，别拖去死！别！等一下，你的头好重，你的头，哎呦。哎，右手哎扶上来，哎 nice， 哎扶起来，哎碎碎碎碎碎，站，我觉得你先走好了，你先走哎。兔子，这个太难了啦。这是有一个角度，你知道吗？有那种角度，哎，他就是斜着切线过去的时候抓到那个边边，然后往前了、啊。哎呦，这个应该比前面都简单吧？是吗？嗯、哎呦，好滑哦！超滑的啊！怎么滑啊？我觉得我像坠了 A 皮。你不要跟我讲，如果我跟你讲，你在前两个卡住的话，麻烦你重来。我以为我们的一群超人很爱护小动物。哎，兔子，啊，这个我可以帮你，我可以帮你，来来来来来。我帮你，哎呦呦呦呦呦！等一下，哎呦，我这里也现在不太 OK， 等一下、哦，我这状况不太对哦，等我一下哦，哎，我来，哇，杀杀！来抓住床，抓住，哎，来，怪，怪，怪！哎呦，来，好，你先走。冲啊！你这个兔子，我在这一格等你，我跟你讲。可以，我抓住你，来，等一下，来，我拉住你，我真的觉得你们这一个、哦，这个不行啊 ，nice， 来人，甩过来，哎、欸，来兔子滑，来，兔子184，哦，等我，兔子等我，哎、欸，真是的，我上来，根本就不需要你，好吧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滑板冲，哎、欸，前后祖传秘法不知道传的多远，我跟你说。希望在你这代别歪呀、啊！啊，睡睡睡，早点存，走吧！哇，哟吼，哟吼！哦，滑过去又一个存档点，是不是？是吗？哇！没勾到！你有勾到吗？哎、欸，你在我旁边。
好，可想而知没攻到，再一个。哇！啊！怎么又没攻到啊？怎么那么难啊？讲，你勾到了，这是我们兔子竹子孙孙传下来的秘方啊！什么兔子十八式是不是？什么十八次是什么？十八式，第一招兔子炖肉。什么兔子炖肉？我来了哟！哪里？你看兔子炖肉你就下去了，还想兔子炖肉啊？第二招兔子铁尾。兔子铁尾又是什么东西？我来了，用尾巴勾住那个力道。兔子第三次，兔子断腿。你这兔子断腿，难怪你会一直掉下去。我猜你这次也是掉下去。我可以。兔子第四次，兔子妹妹。啊，兔子有断尾吗？兔子妹妹。兔子妹妹来了，兔子妹妹。呀哒，我觉得这一波可以呀、啊。你看看，不愧是兔子妹妹，哎，存档点，存档点啊。哎，啊、这是啊！哎呦，这存档点在瞧不起我是不是？在侮辱我智障是不是？啊？那你就不要存档啊！哦，不存档，不存档，我就走啊！怕屁怕啊！啊，没得怕啊！真是，这是有什么难度？不就个滑水道而已吗？真是的，这个存档点不屑啊！我们不屑存啊，不屑存。来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你这么快？我。这第几次？兔子第七次是不是？你是什么兔子呼吸？这是花式丢兵，好不好？花式丢兵、欸，你为什么这么快啊？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把我甩在后面啊？为什么？怎么这么快啊？哎、欸，存个点，哎、欸，存到，存到。等一下，这什么东西？你是要用头卡过去的吗？这什么？这怎么过去？卡在中间，滑下去是吗？这什么？兔子断头式是不是？什么啊？什么啊？这什么啊？这什么？哎、欸，你三脖子卡在中间，感觉真的蛮方便的。是吗？可我现在身体软软的。没事，你在玩那个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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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是真的粘得下去吗？还是我们要爬上去啊？这到底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东西？这样子吗？往上吗？呜、哦！哇、哦，这好难哦！这个可以可以，但这很难，这很难，这很难。真的吗？可以，你要上去，真的上去上去。别上都上不去啊！兔子团来，兔子插队式。兔子反插队式是不是？我等一下，我也快掉下去。哎，你不是要一起吗？你不等我吗？哎，怎么兔子卡住？我的腿卡住了，我腿卡住了，兔子，兔子，啊！哎，我卡住我的双腿，这是厉害吧？牛逼！哎呦，哎，保存呢？祖传？哎，什么屁啦？哎，你帮我保存了呢？保存了呢，兔子。哎呦！哇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也要过去。我叫你，我叫你，我叫你。一拳超人第一次，摆荡空，加大。摆荡空，等一下，我的姿势有点怪异。等一下，你姿势怎么没有正常？等一下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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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叫我，看，啊妈的！一拳超人，一拳超人奥义，直接放弃式。到了啦！哎、欸，你为什么可以这样顺顺下来？你也太扯了吧！你到底怎么做的？你就不信我们真祖宗祖母？那我现在要拜师学艺了，我跟随您的步伐。这个跳跃看似简单，但是却深藏着奥义。哎呦，过关了是不是？还是不要踩点，先踩点，中间靠右，大概在这边，就这样，好像没了，应该没了，这样。那你试试看，你最喜欢试的是什么东西？跳下去。